六号，第一个修改第一个段落标题的段落格式，左边修排三公分，至中单行间距。哦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第一个段落哈，格式段落，左边缩排多少？三公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打三 cn。哦，然后呢，再来，它要至中对齐啊、哦，注意到哈，它的对齐方式要至中对齐。然后单行间距，注意到这边要选单行的间距哈，单行间距，然后确定就好了啊、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